柏威廉广场的前身为姆根缅登女教，以下曾是吉隆坡历史最悠久的中学，于1893年建立，现已改名为斯里缅登北区国中，并迁教至招来区。2007年9月开始营业的柏威廉广场 Pavilion Kuala Lumpur 是金三角区最新建成的高级购物商场，耸立在城中城区与粤金三角区之间，地处姆根缅登街 Jalan Bukit Bintang、 毗邻星禧广场 Star Hill Gallery、 飞轮海88商场 Fahrenheit 88及五星级饭店如 JW Marriott Hotel、 Ritz-Carlton Hotel， 占地广大，游客密度高，甫开张就引起热烈话题，国际著名时尚品牌林立，造就了柏威廉广场成为大马最新潮流的指标之一。